看梦回爬文文，出世在寒门，两相依，只有在睡梦里。你几岁？我也是十一呀、啊。我就靠自己，只有我努力的向前行，我一定有机会。我要来歌唱比赛，共享了第一个梦。我也不会带小孩啊！哎呦，真的是白冰冰小孩，腿那么短，你看。10年了，我过得非常的苦。真心，真意。